冰岛最漂亮的一个温泉。我们每次来温泉都很冷，这个温泉叫 Blue Lagoon， 就是蓝湖温泉。它的湖面很漂亮，都是蓝色的。等一下我们还有面膜可以敷哦，经过这里岩壁进去就是了。你看这边很多满满的游览车，游客非常的多。真的非常的蓝呢，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去里面泡温泉了。我们订的是这个，所以我们会有浴袍，还会有两个面膜，另外还会有饮料。走。蓝湖的水里有稀土、矿物质和海藻，水中的稀土会折射出阳光的光线，因而产生出梦幻般的蓝。这边很滑，所以扶着慢慢走。哇哦，很蓝的仙境哦。来看这三位仙女。我们太大声了。然后我们第一站要干嘛呢？我们要去找，我们有三种面膜，还有一款饮料可以喝。对，真的跟仙境一样哎。哦，刚刚我们看到游览车很多，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湖真的太大了，所以还好不会跟下水饺一样。我们现在终于泡到蓝湖了，你有没有看到一片白茫茫？大家都是仙境的仙女。很漂亮，很大的地方，然后虽然人很多，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挤。我们买的套票呢，里面含着一种饮料跟三种面膜，所以我们现在要到里面去找面膜区。希望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敷完面膜之后变得更漂亮的仙女。有没有看到前方有一个脸白白？那个不是丧尸哦，那个就是敷着第一款去角质面膜的美女。这边有真正的火山泥，有没有看到这么美？摄影师慢慢转一圈，慢慢转，慢慢转。你有看到大家都在这边排队等着要敷面膜。现在呢，这三位美女等一下就会变成雪白的美魔女了。没有，我要变黑魔女。We recommend studying by the lava scrub. It's really exfoliating because it's made with lava scrub from around the area. Alright, so you put it on the skin, you scrub it a bit, and it takes 3 to 5 minutes, then you wash up in the water without scrub. First 3 to 5 minutes. Mm. There you go. Thank you. There. 我们的 Premium 的套票有三种面膜，第一个就是黑色的火山面膜，3 to 5 minutes之后把它洗掉，但是不用一直搓揉哦。好，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清洁去角质。所以刚刚我们拿了黑色的第一道火山泥面膜，你可以非常大气的涂在你的脸上，有没有？每一个都变成纳美人。等一下呢，3 to 5 minutes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洗掉。它有说不用搓揉，你就是把它洗掉。第一道去角质清洁完之后，你就可以再去跟他领其他的面膜了。太酷了！来，我们往后面来。我们3 to 5 minutes到了，我正准备要洗掉，旁边有清水可以洗，可是这个水很冷，很冰。大家都是直接这样洗的。来淋第二种面膜，等一下你听听看他来说些什么呢？Second. All right. How was the first one?
second one is the silicone mask. It's really deep cleansing and strengthening for your skin. You put it on for 10 minutes. Just please avoid your eyes and wash off with fresh water. Okay. All right? So then done. There you go. Sen sentin ti. See? And you.我们要来到最后一道第三道的面膜了，来听听看他怎么解释呢？You can choose between the anti-aging mask, the algae, or the mineral mask and deep hydration. Deep hydration doesn't have a time limit, and the anti-aging has 15 minutes of it. So what would you like? You can choose between this one for 15 minutes, okay? You will wash it in the drinking water on the side. Oh, okay. How about you, Matt? 第三款绿苹果，第三款面膜什么功能我听不懂，我回去再慢慢查给你听。但是就是第三款，它就是一个循环。等一下我们整个卸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噔，白雪公主就会出现了。 好，你的健康，摆个 pose 三款面膜都试过了，现在脸洗得很干净，然后脸摸起来就是滑滑嫩嫩的，真的很舒服，也比刚刚觉得更净白很多。我们现在呢要到那头去找我们可以去领的饮料，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找呢。 超级大的，我的队友已经找不到我了，他们迷航了，但是我要抛下他们，因为我要去尿尿。我们要下去下面找饮料了，一上来真的很冷，还好我们有浴巾。 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扶着这旁边的这个栏杆，因为它很滑很滑。我们走到石头区的后面，它的面膜在左手边，但是饮料在右手边。你看到现在全部一片雾茫茫，是不是很像在仙境里面呢？我们走到饮料吧。 啤酒，然后有鸡尾酒，也有果汁。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一个人好像只有一杯饮料可以喝。来看看有什么。想要多喝几杯的，也可以用手上的手环结账哦。 来介绍一下你选的饮料是什么？我选的是樱桃冰沙。如何？在这种天气泡的这个温泉，然后再喝个冰沙，爽啊！来蓝湖很重要，就要喝冰岛在地的啤酒，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冰岛的啤酒，好喝。怎么样好喝？入口很极化。
入口很顺，很甘甜，很顺。然后你觉得它的酒精浓度不会很高？觉得。对，但我不知道等一下会怎么样的状况，那就拭目以待喽。拜。飘走，飘走，飘走。远道而来，非常的想念台湾的绿拿铁，就点了一杯绿拿铁补补身体，平衡一下。因为在冰岛很难吃到蔬菜哦，所以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到这里点一杯绿拿铁，非常不错哦。叫过你的名字，老呀，加菜啦。哎，这位小姐，要开始了哈、哦！是啊，真是没有 Q 我，我就不晓得要回头没。要三八，这个最符合少女气质的是什么？草莓气泡酒，后面不用给我洒水花。草莓气泡酒，来一杯，好喝吗？气质好喝吗？其实真的蛮好喝的。然后我刚刚其实有一点疏忽，因为我没有问他酒精浓度有多少，所以他有请他。我想我喝起来看看，大概40%吧。是可以烧起来的那种。今天是我们在冰岛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特地安排到蓝湖来喝酒泡温泉，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ending， 大家说是不是呀？是啊，赞哦赞哦。现在的蓝湖天气冷冷的，但是湖水很温暖。看到一阵雾，所以其实分不清楚天空还是湖水。它的湖水真的好蓝好蓝好蓝，一望无际的湖边，中间有小岛，这个是饮料吧。另外一区的小岛，那边是面膜区。泡在温泉里头，喝着冰冰的饮料，敷着火山泥面膜，真的很舒服。我们刚刚泡了，从7点大概泡到10点，我们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其实你只要买了票进去，他不会赶你，你可以一直待到最后结束。但真的泡太舒服了，我们还是要回饭店。你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蓝湖自己的一个专卖店，如果你刚刚在里面敷的面膜没有敷够，你可以到这边来买，但是大概3倍贵的价钱。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蓝湖，里面的面膜你要尽量敷，尽量敷。到你脱皮都没关系，因为它还有修复面膜。走啦，我们回家啦。现在走出来的风跟刚刚其实是一样冷的，但是呢，这群人一点都不冷，笑眯眯的。刚刚进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缩脖子，然后一路跳跳跳走进来。但是我们真的很厉害哦，你看我们的脚，只有台湾人会穿拖鞋来，大家都是穿的很正式的衣服来，只有我们装备的非常齐全，我们穿拖鞋，还准备防水袋，然后还会准备什么？准备相机的防水袋，泳衣的防水袋，什么都带了，真的很厉害。外国人看到我们在收东西的时候，其实有惊叹了一下。哇哦！蓝湖进场不能现场买票，一定要先上网预订。入场的票价会浮动，可以上官网查一下各个时段的价钱。我们选的时段 Premium 套票刚好折扣，很不错耶。如果你不是夏季来，可以等落日的夕阳余晖会更美哦。蓝湖离机场比较近，安排在第一天到达或最后一天离开，路线都很顺。离开前舒服的泡个汤，好舍不得冰岛哦。I wake up every day like yellow beautiful, cause this world is so crazy and it can bring you down. You're too short, too fat, too skinny. Hey, well excuse me if I think that I'm pretty. I wake up every day like yellow beautiful, cause this world is so crazy.